我没有想到台北会有这种房了，我是说真的，台北这有这种 view， 我觉得很扯。哇，各位，我们刚刚就是我跟 Shami 一打开门，我们直接吓死哎、欸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了，欢迎我的好朋友，嗨 ，Shami。那我们这次来到了就是这个淡水的蒋捷金郁金香酒店，你有看到吗？就在我们后面这一栋哦，超漂亮的，我真的很像艺术馆哎，你不觉得吗？我没有想到台北会有这种房了，我是说真的，台北这有这种 view， 我觉得很扯，超像去国外或是外县市的。哎，真的很像去国外哎，你说没错，而且你知道我们前面是什么吗？就是那个淡水河。而且我们今天呢，就是一直赖在这里就不走了。但是你会想说，哈，一整天在酒店会不会很无聊什么的？但其实呢，我们有安排了很多东西，很丰富。没错，所以呢，这整部影片呢，就带大家来体验一下，我们一整天就 stay 在这里，到底可以玩什么，可以 chill 什么 ？OK， 跟着我们走吧！哇，好期待啊！哇！系望住个河景噶，淡水河喺呢度啊，好夸张啊！好，我们第一站呢，先来到他们叫做望高楼，就先是我们的下午茶。这边可以看到很美丽的风景，但是上来呢就要消费150。对，低消每个人150。对对对，所以可能你就是可以像我们一样点个 cake， 或是喝个饮料。来，来一口他们独家甜点抹茶观音山。哎，这个最厉害。嗯，它还撒了那个蜂蜜在上面，你要超香那个蜂蜜香，因为它皮还有一个不啾这样子的。不啾。嗯，是。好厉害！我是像冰淇淋那种，可是它是有点像固体跟液体之间的那种舒服的感，好酷啊！哎，这蛮好吃的，因为我自己没有很爱抹茶，可是这真的蛮好吃的。可以哈，这个可以哈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来一口大同火山咖啡，超好喝。它有一种坚果吗？不是奶油的香气，怎么会这么顺啊？一点都不苦哎！哦，对对对，大推哦！大同火山咖啡跟这个抹茶铁观音，大推这边的。对，来了，要去我们房间哦，也让你们看。哇，地中海，好厉害哦！哇，各位，我们刚刚就是我跟 Shami 一打开门，我们直接吓死哎！那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房间，好吧 ？Room tour 一下。来，一进来，首先它这个木质调我已经觉得很漂亮，很喜欢。这边呢，就是有我们的挂衣服的地方，还有可以放行李啊、穿鞋子啊，都在这一区。然后我们也换上我们拖鞋。那在我们对面呢？好冷，那里好冷。哇塞！我们竟然可以泡澡。然后呢？这边我觉得还做得蛮好的，就是它有一个这边是洗澡嘛，洗澡的地方，然后呢要上厕所的人呢也可以上厕所，因为它是分开的，这样子其实就蛮方便，我蛮喜欢这一种的，不尴尬而且省时间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在这边呢还有一个热水壶嘛，我们的小吧台，还有一个冰块区，就可以让他拿冰块。那、啊、是冰块，我一直以为那是垃圾桶。怎么可能那么小？垃圾桶在下面 ，OK。哦，那这边呢还有一个小冰箱。再来就是书桌区，我真的很爱它，整个风格都是木的，你喜欢吗？木质调很赞哎。这边也是很棒的，有很大的一个空位，那边放不完啊，这边还可以放。然后你看一下我后面，夸张了，哇，夸张了，各位是两张大双人床。然后 ，Oh my god， 好舒服，哇，你看那个弹力。有冇有冇自己我唔系自己弹噶吓，系真系佢弹噶。你们看，它这里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啊，这里连闹钟都有。哇，哎，雨婷 ，Oh my god， 是雨婷我的大姐的新歌，大家可以听起来。愚人节快乐！来给你们看，为什么我们会选这个河景的套房呢？哈哈哈。
出去吧，巴达里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我们的房间是直接看日落的，你就可以在这里。哦，好美，这好美。然后呢？哇，好美，啊、是日落。Jack， Alice， 今天是刷你，没事。依然开心，依然开心，好不好？姐妹的旅游，这是姐妹旅游。哎、如果可以的话呢，我觉得既然要订自己家，就订河景套房，完全不失望。等一下我们在这里拍拍照啊，吓死大家，好不好？吓死！耶，而家嚟到呢个就系商场啦。然後呢個mall入邊咧，係仲有戲院可以睇嘅。跟住佢係連接住呢個即係酒店啦。咁你就轉 lift 咁搭過嚟呢邊咧，就可以行呢個商場啊。跟住而家嚟玩呢個咧，佢叫做流動畫。我本身都唔知係咩嚟嘅，跟住然之後就望到窗嗱，做完出嚟咧就會係咁樣噶啦。跟住而家咧望下，而家係白色嘅，睇下你自己要做啲咩顏色啊咁樣啦。就倒落呢個杯度啦，倒到七分滿。咁然之後每一個份量都要平均咁樣倒下去哈。啊，對，直接淋下去就可以了。有漂亮吧？这三个颜色。哦，这咖啡的非常漂亮。哎呦，这咖啡的非常漂亮啊！是真心的吗？是真心的。好开心哦！我们的晚餐来了。对呀，我们叫了一个牛肉面，还有一个就是潜艇堡，而且它是那个带骨香肠，对不对？这种超赞的，超赞的。那先吃个牛肉面吧。好。它是浓的，哎，好浓哦，好赞哦！我先吃个牛肉看看。没错，没错，我也是。好吃，好嫩，是蛮入味的那种，很入味。好，来吃个面条，它是软硬适中的面条，厉害咯。讲个小故事，那时候我第一次学会骑车之后，我第一次骑最远就是为了找牛肉面。从学校骑去西门，不是啊，国父纪念馆，可是一直找不到桥上。我们俩都不知道，那时候我还没有驾照，而且他刚考完驾照的人一直问我要不要再转，我哪知道。因为我就跟着别人去转，我就跟着转。带骨潜艇堡试试看。哎，我喜欢它的酸黄瓜，酸黄瓜是灵魂，不酸的酸黄瓜是不及格的。它有酸哦。嗯。那刚讲，你可以吃到脆的声音了，那个皮那个爽脆的声音。来，就是这个。这边走过去，哎，这也是我们刚刚吃晚餐的地方，其实就在隔壁。哇！耶，后面呢就是我们的岩盘浴房间呢，而且它很好哎，它还有就是一间是像我们这种双人的。就是你可以跟好朋友啊，或者跟家人啊，有两个人的话都可以一起来做这个岩盘浴。OK， 那剩下的时间呢，就是我们要开始了。这种画面你也不会想看的吧？好啦，那就留给我们等一下体验完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吧。然后重点是我很期待那个头部的，我们等一下再说吧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刚刚已经躺完了，哇，打饱汗。我也是，我们的衣服是整件湿的耶，而且我觉得一个小时对我来讲是刚刚好的。嗯，太久有点太热。对，太久就有点太热，而且我最喜欢就是它有帮我们就是刮头放松，嗯，还有前面的按摩那个精油按摩，哎，这
最爽的是，我们就躺着变瘦。因为他刚刚说一个小时等于就消耗了900卡，才10公里吧，好像。真的很爽哎，我觉得我们有加这个行程真的一级棒。好，到我们的现在身体那么热的时候呢，我们后面就安排了一个我们在刚刚吃饭那个很棒的地方，就喝一杯调酒。现在的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，我们怎么会这么早起床？因为吃饭店的早餐，是我们很期待的。那今天行程呢，其实就是吃完早餐呢，我们就会退房了，所以呢就好好珍惜最后在这里的时光。哇，好靓啊！你觉得哪一些？鲑鱼啊，去的啊，是不是？熏肉，哇哇哇哇，好吧。跟住然之後咧，呢度咧仲有好多熟食啦，即係俾大家望下係咁樣啦。跟住呢邊仲有咧好多個湯啦，四款湯啦 ，and 呢度咧。係啊，仲有啲烏龍麵啦，嗱咁呢邊仲有啲麵包啦，同埋啲餅乾啦，跟住呢度咧係仲有甜品㗎，甜品之餘隔離仲有雪糕 Haagen-Dazs， 熱飲啦，然後之後哇水果茶，係咪啊？哦，柳橙汁呢、這個哇，呢、這個柳橙汁會唔會太豐富太實在啊啲料？大家看这三盘都是他的，不简单，这女人全都来。大家看看我这边，中式、中式 and 中式，我真的还蛮爱中式早餐的，特别是这碗粥。你知没？是这样吗？你知不知啊？哦，你知不知啊？你知是台语吧？你知不知啊？知咩啊？我是香港人。各位，我们刚刚已经 check out 完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回去了。要回家了，不舍得了。那如果你看完这部影片是对这个酒店有兴趣的话呢，我会把它的资讯呢放在我下面资讯栏，然后大家可以去看看，去参考一下。好吧，回去吧，我们，上班吧，去上班了，接驳车吧，对，接驳车吧。好，那我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哦，喜欢的话就按赞、订阅跟分享，还要记得追踪我的 FB 跟 IG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吧，拜拜。